我说这菜真得你做呀，你要让我做，我还真不会呢。我这还行嘞。我得煎一下。大燕儿。那煎煎啥了吧？上水了，看透明就好。黄瓜菜啊，清凉的。你好吃，这茄子挺好，香，完了还，有茄味儿。但是你看这个茄子，它没破，没切开。嗯。你要撕的，它就吸油，这个没染吸油啊。不吸油，油全给外边，没吃进去。嗯。那看来，这个茄子做的也是吧？做的。头下是把这个茄子撕开了，这个油。就得吸没了。嗯，但你找小茄子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家有没有好朋友这么吃的？这拌的可清亮了，拌点大酱，拌点咸盐都行。对。这还咋整的呢？松花蛋塞里边儿了。嗯。我卷的。嗯。今天啊，单单的这几个小菜，这搭配的非常好，嗯，非常完美，这菜搭配非常好。就是你一搭配，你一搭配了，小鱼酱蘸酱菜，没有小鱼酱现在，买不着，这家没有卖。嗯，那今天下雨。这晚上不用开空调，这窗户一开，自然风。嗯。这段时间没吃蛋菜哈，咱俩。嗯。你没上市场去买呀？嗯，就是不敢买了。今天买了一绺小香菜，1.7块钱，买了2根黄瓜。所以有的时候要是天晴，我俩一出去了。不一定能在家吃着，老家香菜一放就坏了。这么出一绺一绺的，嗯，嘎嘎好呢，香菜，满大街都是，几块钱一份。对，那时候还是大棚菜呢，嗯、过两天这个园子菜下来了更便宜。现在就便宜了，现在就下。我就煮不点儿，嗯，没煮那么多。晚上吃的多不好。嗯，怕煮多了，到时候吃不了坏了。我一做饭就这饭。常见于做饭就是煎炒烹炸，这块不受欢迎啊，嗯、这块啊、嗯、吃多干净啊，但是不能天天吃，天天吃就吃肉了，偶尔配个大碴子整一口。你说这个酱茄子，嗯，蘸点那个也没咋多好，这不咸，这个就是正常菜口，要不然我俩吃个咸的，嗯，正常正好。再咸点，蘸点那个老家的那个小圆的小青菜，嗯，
小臭菜了，小香菜了，小生菜了，嗯，老好吃了呢。今天没吃光盘了，今天吃光盘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整挺好。